哎呦妈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呦，你这弄来的我都全是，给你扛过来了，你这弄来的都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可不嘛，累死我了，给你扛过你这里来了。都是啥？你看看，都是我从老家给整来的。专门整来的。可不嘛，我这不今日头条关注了你，看你玩这个了，从老家带来的。我粉丝。对。嗯。关注你老久了。关注我老久了。嗯，这里面都是啥盘子吧？对，盘子，瞅瞅，好东西都是。嗯。好，这还得有几十斤吧？嗯，行行，没事，慢点吧。啊，这样慢慢的应该能拿出来吧？看看，别配了，大老远的搬来了，咬，咬。都是好货，解放后的东西哈。济南的，你家济南的吗？是呀。这是济南的什么，立什么什么，民什么，研究所的，然后带英文的，这五六七十年代的盘子。这不值钱。哦，这还贷款嘞，32105，对，这值钱，68年的。我就说都是好货，这个底挺老，这是文革左右的东西，文革稍微晚点，多少的？哦，这个釉这里有点消了，这是印花的，不是手绘的哈，有点年份哈。嗯，还有老多呢。我天，这个大盘大，庆祝济南二中建校35周年，99年的盘子。这得30-40直径了吧？我的，拉了胶带哈。关注我很久了，我感觉我这人怎么样？实在人儿，要不能给你抗来这好东西。必须的，必须是的，不差事儿。哎，您这些不少啊，这得有40-50斤。差不多。这个盘子大哈，这个盘子大，哟，这个盘子直径得40了吧？有吧。嗯，这个盘子漂亮，但是都不老。您这都是解放后的，应该是你爸爸或者说他们谁要要这个盘漂亮。哦，带英文款的，这都是80年代左右的东西，有个40-50年。哦，一对儿嘞，这一对儿漂亮哈。嗯。哟，确实漂亮，这一对儿。没毛病哈，这是个，哟，这还是个手工刻上去的嘞，看看，这都是个白盘子，然后手工这么一点点刻上去的，这盘子不错，这个应该是个，看这个器型应该50年代的，民国晚期的，这是手工刻的，好，刻这个可是功夫劲儿了，这可是。这也不好刻，嗯，刻的还挺好嘞。哦，这个是牛盘。哎呦，你们家以前是开那个文物商店了吧？啊，这还是个美，两个美女嘞。哦，一对儿嘞。哦，一对儿还挺好嘞，一对儿，牛的，马的。生肖马年的，鸡的，济南立夏贴花厂敬赠，哦，90年了，博物馆都是济南的瓷哈。哦，您这不也有这个生肖牌吗？这不就生肖牌了吗？对呀，我看上个视频收这个来着。收，对对对，收。是吧？嗯，我收他们的是50，你专门。你这个我也是给你50块钱，行吧？咱都一样钱哈，50块钱一个，品相好点了哈。这也是生肖盘，那是1998，这是1995，呀，这个太脏了，这也是1995哈。行啊，大老远的来了。哦，这是2000年的，澳门魂归的2000年的龙年，嚯，嚯。这还
还裹着一层呢。是的。来来，你给我拍一下，对对对。对，我主要就是为了拍个视频，要不然我其实我也不收这个，我都多少年不收这种东西了，但是呢就是不值钱嘛，收着玩。哎呀，好，好家伙，这个好吧。好，92年荣成国际渔民节的。好，这都刻上的字儿了。来了，我拿了吧，我给那个粉丝们看看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确实好哈，这个字儿都是刻上的，这个字儿这都是手工刻的，山东荣成市城山卫镇政府，这是政府的东西，这是手工刻的，这是西加银的，这是银的，嗯，这是西加银，里面含银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很有可能还是纯银，我不太了解哈。挺漂亮，这是有点锈嘛，这没事。92年了，渔民节，这应该就是官家的了。这不卫镇政府吗？这是给政府做的，也是不惜成本了。这个卖多少钱？就这个值钱？怎么也得300块钱呀、啊？300块钱？啊、嗯。行，300块钱给你。这个300块钱，你要的不多。这个要是卖的话，要是说碰见那个喜欢的人的话，这个1000也不多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，应该是银。我看一眼，应该是银。这块要是银的话，真的这都是银，应该是。嗯，但是我没测哈，看着像是银。这要是银的话，这真1000也不多。但是，对吧？你300我给你是吧？行。对吧？反正你也不知道怎么来的，换点钱行吧？这个300我给放一边了哈，这个、我要了哈。300给你哈。哦，91的，我天，91的，哦，八楞盘，这种八楞的，88的，哎呦，你帮我摸着点，好，这盘子大，好，89的，这盘子大，这个漂亮哈，这大不小嘞，嗯，比那种的大不少嘞。看了吧？是，那不少嘞。这种的可以多给你点钱，多给你点。那种的比较少。这是老的，89年的老盘子，道仙草的，这正儿八经的老的，89年本年出的老盘子，可以多给你点钱哈。88年，看了吧？这些盘子都差不多大，那两个大，看了吧？嗯。我一说你就能明白了。看。好，这是中共济南市委、济南市人民政府赠，1988年春节。这个带着这个政府的款的贵哈，这个八八年的老，我给你放一边。行，没了。行，谢。没了哈，来一边，我这样给你估估价哈。行。这个，给你300块钱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哈。行。这几个三百了，对，您这几个，嗯，还有这几个都差不多。您这几个生肖盘跟咱以前的一样，50，哎，给您按50块钱收，行吧？行。1、2、4、6、7、8，8个是吧？八个。400块钱。400加这个是700是吧？嗯。700这个，嗯，给你算100一个，这个多给你50。这个是带这个政府，哎，带市委政府这种的款的柜，这个大，你看你明显的这两，明显的这个大很多，这给100行，不少，100不是真不少，真不少，真不少。行吧，行吧，哎，100真不少，这样的话这是700加那个三个，300是1000是吧？嗯，1000块钱，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三个都是50，也是50，跟这生肖盘一样钱。这个也50吗？这个也50，可以，跟那生肖盘一样钱，也是八十年代左右的东西，1150。行吧。1150是吧？行。这种的就贵点了，这种的它是那个麻的了。虽然说，但是呢，这个属于哎贴画厂竞赠，就是说那种款的了，你看了吧？这种的能给100块钱一个。行。
哎，跟那个一样的，因为它是属于，可能你们不太懂啊，但是我们玩进来的我们都知道，我也不乱给你，这个能给100，这三个我都给你分开档次了，这是马年的，什么时候属马的人都能玩，属牛的都能玩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些都是大师的一些做的，然后他们印上去的，不是说是平头百姓的人画的东西印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大家贵，不得贵点吧？啊，就这些钱，就这些钱。我你这大晚上来了，我绝对不少给你。刚刚多少钱了？加这三个，那是1150，再加300，1450。1450。这个给50，小牌，这给50就行。这个50不少，这个也就是说带政府的，带这个带政府的什么什么有纪念意义的给50，是吧？1000多少了？1350了，是吧？嗯。1450。700、300、1000，这是700、300，1000，1150，这三个，这是300、1450吗？1450，行吧，1500，咱这1500就不想数了，再数这几个哈。行，这个大哈，这个估计得30多了，这个给100，这个给你100，这个也给100。这个不得150吗？大这么多啊！这个给150吧，这个还是100，行吧？这个150，这个150不少给，这个大，行吧？行吧？250哈，那是1500，一会儿咱再说。这个也给100，这个。这个还给100，这个怎么得200吧？200块钱，这个因为有点磕，200行啊，200给你200吧。主要是这有点磕，但是这个是老的，这，哎，这种题材的就贵，文化革命的。嗯。行，给200，这是等于是几百了，350了吧？200、150、100，450是吧？450。好，你这一趟没白来，不少钱嘞。这个是手工刻的，这个给100。这手工刻的还是100？这喜欢的人他要。来150，不喜欢的人他也不要，真的就是喜欢的人可能，300、500、1000他都值，不喜欢的人的话，因为这个，几天估计你看了吧，这都是手工刻的，这个盘手工刻的，对呀、啊，老的，有个50-60年、60-70年的，玉也好，150，行吧，这600了是吧？600，600，相信你才来的，对对对，这两个花印的好。这俩给200块钱，确实漂亮，老的花确实漂亮，一对100，嗯，一对给一个100，一对给200，真不没少给，行，是吧？够意思吧？你痛快我也痛快，因为对你关注我这么久了，也聊这么久了，嗯、这样的话这是几百来着？150，啊，100。250，这是200，嗯，450，150是吧？对，600是吧？600、700、800，1500加800，2300，嗯，没问题吧？行，2300没问题哈，嗯，那我给你转账，好吧？嗯、那就都留下了哈，嗯嗯嗯。